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鸥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芝芝奇异果。这款产品呢，使用了清香的奇异果，搭配浓郁的芝士奶盖，口感非常丰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。我们先在雪克杯中加入80克的奇异果肉，然后用柠檬锤将它捣烂，再加入250毫升的茉莉绿茶，加入50毫升的果糖，用8根勺搅拌一下。再加入冰块到550的刻度线，我们将它雪克大概10到15下，加入50克的椰果，将雪克好的倒入到杯子中，倒至8分满，加入奶盖挤满杯，这样就做好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想要了解更多产品制作以及开店干货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福奔跑餐饮学堂，记得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